喂，我来这期呢，我是不想拍的，可是呢，我看到 TT 准的 skin 哦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吧，就跟 TT 准较量一下，反正那时候不是真的 TT 准，我去打假 TT 准呢。我在想着说，因为我在 testing 这东西嘛，我想说这个设法很久没玩了啊，玩一下，如果这个设法可以玩的话哦，不会推人家出去的话哦，就到比如有个 egg wall 啊什么设法，整天推我出去哦，哎呦，我都不想拍。哎，我不排吧，就是因为那个施法只能推我出去。大家自己去看，TT 准的 skin 在这，算了 ，TT 准已经走了鸟了，应该跳下去死。我的，哦，看我不犯规。我跟我的我是新竹，我们可是新竹，我们是新竹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是新竹，是不是？我是新竹啊，我是新竹啊，其实我是新竹哦。啊，我是新竹，对啊 ，Team Green， 我是 Team Green， 我是新竹，我是新竹。哟，要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拆跟吧，啊。One， 我的，啊，不是可以开打呗？哎，我烧到我这样打，我真是全火哎喂，喂，真是全火，打不到哎喂，几次才灭火？真的几次才灭火？几次啊？哇，我的队员，哇，我的队员没有，还没死到。我只剩活到玩鸡蛋，我只剩活到玩枪打，哎呦我哎，岩浆我躲你，啊看不到路看不到路啊看不到路啊，有水啊没有，有水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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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不到路看不到路，哎不是我队员，不是我队员，你去死啊，不是我队员，来我的地方，哎呀。真正活到完了，叫我讲完。我发现他最近很多人都在冒充的 TT 准哦，很大胆哦。有些人很喜欢冒充 TT 准哦，很大胆哦。我就玩这个是男主的事，很大胆哦，冒充 TT 准哦。自己看，自己看，TT 准，哎、啊，看 TT 准哦，很大胆哦，有人冒充 TT 准哦。很大胆哦，其实我都很想冒充一下 TT 准，因为我的功力就是 TT 准之上诶，所以我都抢过 TT 准，我应该冒充他。你有想到刚刚？还有我本人是躺着在玩这款游戏的。哇！刚刚弹中箭，那个白痴射箭哦。千万不要吓我嘞！你不要吓我哎！你不要啊！算了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，哎，平安顺便了，我队友。这样顺便，哎，能够红毒去啊你！啊，上人上人，有哎，超级上班啊，超级上人！后期来上人来讲我，我真主灭亡，哎呀，真主灭亡到完，哎，我真主灭亡了，我真主灭到完了，哎，屌路！真的我啊，哎呀，走完了。我这真主没有用啊，真主。直接去那边了。很大胆哦，有人冒充 TT 尊，我看到很过滚的，有人冒充 TT 尊，因为我曾经真的跟 真正的 TT 尊玩过，哎，这场玩过是吧？难道场都玩过了？因为这选择是一定同一个人吧？我衣服你没有啊？我陪你啊，我陪你啊，我陪你啊！哎，你看我陪你啊，我不穿衣服啊。你看这个假的 TT 准，我要打死啊！打死假 TT 准是我任务，我要打死假 TT 准，因为打死假 TT 准就是我任务。其实我好像是真的，为什么？因为 TT 准也太，他是假的。
他是个脑残。我的任务就是要去打死这个假 TT 怎么办啊？所以我是打死假 TT 的那个。快解除防护罩哎！哎，防护罩几下解除？我的队友都等不耐烦了，快解除防护罩啊！你准呢？你准呢？准呢 ？TT 准呢？解除方法开打，哎呀，开，哎呀，哎呀，操，我去死了，哎呀，死了！不行，可以打起来了，哎，假 T 上走了没有？还没有走，死假 T 尊，嘎给 T 尊，哎，我又回来这边了，我刚刚那，哦，兄弟，传错地方，传送我错的地方。叫你不要玩的啦！哎呀，哎呀，无法跟假 T T 准对战了。怎么没有假 T T 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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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后面放假的 S 一定是假的，真的 T T 准是肯定会跟我一组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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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假 T T 准啊？假 T 的呢？假 T 的呢？假 T 的呢？没有，这场没有。我要去有假 T 准的地方，我要打假 T 准啊！打假 T 准，就是我这么骗来的，懂吗？不行，要啊，麻烦。有。我看看 ，login 啊 ，Q 啊 ，Q 不是 ，Q 什么？我操！是打下去啊？我不懂。AI，IL 什么开打？我不懂这字，直接。哎，这么我，哎，我嘴严呢？哎，又加 T T 准，又加 T T 准啊！我很不高兴，又加 T T 准啊！出去好了，我要找假的 T T 准开打，我讨厌假 T T 准，我这辈子最讨厌假 T T 准了。Joy， 我快点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有假 T 的。我要找到假 T 种啊，并且消灭掉他。完全没有，别等，哎呀，按错。我加错设法啊，等一下，我一开始是加错设法的，我老诶，我就好奇了，怎么讲啊？现在一开始我是加错设法了，切，开始加错设法，来，我来帮你队友，队友我来帮你，队友我来帮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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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，哇，这个人打都打不死了，真的是，给了，喂，我的，我的。东西，你什么来的？什么来的？哎呦，恐怖！什么来的？不会啊！打死啊！打死啊！这是在做什么任务啊？我不懂。我不懂他设法玩什么了，我怎么会讲啊讲下去下来呀？好像玩 Star Wars 这样好像。
反抗军打帝国，帝国，反抗军打帝国，是真的 Skywire 啊，我去，我不懂要完成什么任务了，我真的不懂啊。你有教到？哦，懂了，完成什么任务了？我要进入那个，哦，是这样子啊，哎，赶紧走过去，哎呦，哎呀，你们不是很紧的吗？你们不是很紧的吗？你们不是很紧的吗？啊？你们打扮的不是很紧的吗？哎，这边是完成什么？看一下，完成什么任务了？哦，这边是大皮箱，哦。哦，我完全不懂是完成什么问题啊？羊毛有什么用？我们不要让它哦，做大都找着看，只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乖 ，yes。哦，你要打我们是吧？哎呦！哦，我懂怎么玩了，这款游戏啊！懂怎么玩了，懂怎么玩就玩呐，喂，懂怎么玩就玩呐，我懂怎么玩了就玩呐，懂怎么玩了就玩呐，懂怎么玩了就玩呐，哎呀，怎么破盖来的？喂，我要放的，我要放转，我放转的，哎，我放转的，我放转的，我放转的，我讲我，哎呀，给我放转，哎，该，啊，谁？我来给你。你要逃出去，你要从外面逃。桌子上面有一个人呢，哎，你还没有死啊？哎，你还没有死啊？刚刚那个人。哦，那这个，这个。哎，刚开打那个人还没有死啊？他刚刚开折中。我不。这个搞到好像沙窝耶，是沙窝吗？其实我们玩这条线，有人可以回答我一下，我们这是来玩沙窝吗？我们是来玩沙窝吗？你大将搞什么？我们不用进去啊！我们不用进去啊！大将搞什么？看一下里面有东西，看一下下吧，不行啊！哦，懂了，停！这里没有啊，哦，哦，shit，bullshit，你这个白痴，找人讲啊！哪有人懂玩什么东西啊？